只能每天关在这个家里，等孩子大了，你就要把我们送去美国。你的世界越来越大，但你有没有发现，你们越来越远？既然你们都有孩子，离婚协议书要不要签一签？都这样了，你为什么还不签字离婚？还是，其实你还爱着他？周一至周五晚间8-10点，中宝无限家开创者。